各位好，感谢各位一同参加老年人灵修会。那我们老年人上了年纪，有的时候也会感到孤独，而且呢，记忆力也会衰退。但就像上午讲的一样，乃曼将军的小女子如果认为自己被抓为俘虏的话，会非常的痛苦。然而她认为她来到这里呢，是来传福音的话，那将会特别的喜乐。神在我们绝望的时候会用话语来让我们获得幸福。实际上我在1962年重生得救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幸福。可从那天开始，有困难来临，问题来临，虽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因为我心里面有更大的喜乐与感谢，所以我能给各位讲这样的话语，不知道有多么的感谢。那我们继续来读一下今天上午我们读的话语，约翰福音二章从一节开始来读一下。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举行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读到这里，各位，信仰生活呢是发自内心的。有的夫妻他们会互相不信，感到特别的困惑，可如果能通过对话来重新获得和睦的话，会非常好，是吧？有一次，有一位夫人来到了我们教会，大概过了两周吧，她罪得赦免之后重生，特别的喜乐。那这位夫人见到我之后对我说，牧师啊，我在两年前我离了婚。我说，为什么离婚呢？他说，非常不合他的心，所以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我就笑了，我说，如果心不合就离婚嘛。牧师啊，我跟那个人，哎，你跟那个人生活试试，可能牧师你也会特别厌烦的。我说，我为什么要跟你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啊？我要跟我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家里有电视吗？那现在哪有人家里面没有电视的呀？打开电视之后，如果声音太大的话，你会把它扔掉呢，还是会去调节呢？当然会去调了，当然要用。那打开空调后，如果太冷的话，你会把它给扔掉呢，还是会调节呢？当然需要调节了。那我就笑了。比起人的身体，这电视啊、空调啊，这都是什么用都没有的。那比人体呢要便宜几千倍的这个电视跟空调都有调节的功能。那人的心难道就没有调节的功能吗？当然有了，只是没有不知道而已，只要调节就可以了。这个姊妹呢，得救之后，她的心改变的特别多，所以就问丈夫现在怎么样。
他说呢，只是这样离了婚之后就自己一个人生活。我说赶紧 复婚吧。他说是，然后就过来了，带着丈夫来到了教会，丈夫也随着赦免，然后两个人就和睦了。那他的公公婆婆也特别高兴，他的爸妈也特别高兴，最高兴的是他的孩子们。我当上牧师之后最幸福的是，在我相信耶稣之前，刚才那个孙仁茂长老呢，我听他那个故事总是跟我差不多，总是去偷别人家的东西，我也是干了很多坏事。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靠耶稣基督的话语罪得赦免之后，在希伯来书十章看十六节里面说什么呢？说我要将我的法记在他们的心上。那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开始呢，这圣经呢觉得特别的没有意思。为什么圣经没有意思呢？因为圣经呢只为了传递最真实的部分，所以把感情全部都排除在外了。如果看小说的时候没有感情的话是没有意思的。可我读了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的圣经，这新旧约圣经呢总共加在一起大概有1800页左右，一幅画都没有，全部都是文字。只要读一次的话需要花60个小时，有的时候呢我会腾出一周的时间来，一天读10个小时，6天就能读完一整本新旧约圣经。就这样读着读着这圣经，在读着这圣经的时候，一开始只知道圣经里面出现的一些故事而已，可到后来就能看到圣经里面耶稣的这个心了。特别特别神奇的是，今天晚上有很多老年人们通过网络上线进来了。那在各位当中无论是谁，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能看到耶稣的心的话，假如各位将各位的心与耶稣的心合一的话，那耶稣的心跟我的心就会相连接，然后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心就会连接起来，就像电话连接上的话就能通上电话一样。那一般呢是用这个线来连接电波，这电话里呢有各种各样的设备，那在很小的手机里面有电脑、有音响、有麦克，然后也有电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装备。在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个震荡器，所以里面需要有这个电池的原因是因为需要发动这个震荡器然后来制作电波。那这个电波会到哪儿呢？它就会传到这个基地局里，那这个基地局又会传到国际基地局里，那这基地局就会到美国的基地局里，然后通过美国基地局，然后又到我儿子或者是孙子的手机那里，然后我说喂就能看到我的儿子过去或者是孙子了，就能面对面打电话了。那这个手机里面的有这个震荡器，震荡器就会造出电波来，电波里面就会载着这个声音和视频，然后到基地局，然后再到国际基地局，然后到美国的基地局里面，然后再到地方的基地局，然后再传到我儿子的手机那里，然后我孙子就说爷爷爷爷，然后就会出现在那边，原理就是这样。那各位，耶稣跟我们呢，
虽然是通过电话号码连接的，但假如心与耶稣的心一致的话，与神连接的话，那特别特别神奇的是，既然电呢如果连接起来就会像连接连通一样，那就像妻子跟丈夫的心相连接的话，就会像流淌一样。各位，真的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跟耶稣的心相连接的话，就会出现荆棘的神的做工，然后出现，然后做工在我们身上。那我有的时候呢，有着我未曾有过的平安，也有着未曾有过的喜乐，也会有着爱在我里面，也会有着我未曾有过的智慧。所以上教会奉献祷告祈求饶恕罪不是这样的，而是各位的心跟耶稣的心相连接的话，如果电与电线相连接，就会有电流淌一样。耶稣的心跟我们的心相连接的话，耶稣的心就会流淌到我的心里来。我在1962年到10月7号为止，我心里面没有耶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怎么生活的呢？我是带着朴玉珠的心，我带着邪灵给的心，过着邪恶的生活。1962年10月7号那一天，我发现了耶稣基督赦免了我的罪的这一事实。然后耶稣说，你的罪已经赦免了，你称义了，你没有罪了。我头一次接受了这个话语啊，那我就变成了义人了，就这样与耶稣成为了一心，与耶稣心成为一个之后呢，特别特别神奇的是，过去读圣经就是这么读圣经而已，可现在呢，读圣经的话能看到耶稣的心。那我呢，一般讲道的时间很多，一般韩国的牧师们讲15分钟的道，可我一般呢会讲60分、70分，有的时候甚至会讲到90分，因为有很多要讲的话，而且要如何准确的罪得赦免，要如何拥有信心，如何让耶稣进到我心里面来。当我准确的学到这一点去讲的时候，看到神在我里做工的时候呢，特别的感谢，因为我讲的太多了，可能各位都听过。有一天我在家里的时候来了一个电话，喂，是牧师，这里是利比利亚，非洲利比利亚来了一个电话。那我们有一个叫 Good News Code 的，每年都会派年轻的大学生们让他们休学一年，然后到国外，到非洲这样的地方去做志愿者。那他们去一趟这个参加这个活动回来的话，他们会变得特别特别好，尤其是使用英语的、使用法语或者是使用西班牙语的这样的地方的，他们大学生们去了那个国家的话，一开始呢说的不好，可待一年之后回来的话，说的特别的流利。那到了那个国家学习文化、互相交流的话，他们的心会变得特别的宽广。那在韩国体验不到的那些事情呢，能到非洲去体验到。那有一个学生去当短期，去当志愿者，然后呢，有一个学生呢被这个蚊子给叮了，然后得了疟疾，然后有4个朋友一起听到了这个话，
然后说今天我要跟你们住在一起，所以四个女学生穿着很短的衣服，然后跟这个学生一起睡觉了。那都是女学生们，应该没事儿。可到后来一看，这房间里面有很多蚊子，他们又没有蚊帐，也没有蚊子药。可怕这个，怕这个被疟疾蚊子给咬的这个女学生被咬很多，所以呢，他们故意呢穿很少的衣服过来呢，然后让这些蚊子来咬自己，不让蚊子去咬这个学生。所以看这些学生们的心的话，真的有的时候会受到很大的感动。天哪！我们也是去非洲的话，我们也会见很多的人，因为我会做青少年部的事情，所以也会见青少年部部长，有的时候也会见那边的局长，也会见教会的牧师，虽然不是经常，但有的时候也会去见当地国家的总统。可当时我们的心如果相连接的话，特别特别好，就会有同样的心相流淌，朋友的心就会进到我的心里，然后朋友就会感受到我的心，那互相就会变得温暖。所以各位，假如父亲跟儿子的心互相不流淌的话，也会出现问题。可即便是不认识的人也是，假如心与心相流淌的话，就会变得特别好了。那假如我们跟耶稣跟神的心相连接的话，那在各位的心里面将会出现非常惊奇的做工。那我戴上这个眼镜，我会读圣经，然后就这样读圣经，到了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举行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那这样的话语呢，几乎都能背下来。那我在一边开车，在路上，或者是去旅行，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会思考着这个圣经，然后就会去探查耶稣的心。那耶稣的心就会准确地发现在我的心里，然后耶稣的心跟我的心相连接的话，虽然是同样的手机，也是如果我拨号的话，那孙子们就会说爷爷，然后就这样说话，不是吗？那这个特别特别好。那几乎我会一周给我美国的孙子们打电话。过去呢，跟美国打电话特别特别贵，可最近有这个叫 Kakao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呢几乎是免费能打电话，那这个呢也特别的方便，特别的舒服。所以各位的心在读圣经的时候，各位就能看到耶稣的心，耶稣的心跟各位的心相连接的话，耶稣的平安就会到我这里来，耶稣的爱就会到我这里来，耶稣的能力就会到我这里，耶稣的智慧就会到我这里，耶稣的圣洁就会到我这里，耶稣的义就会到我这里。虽然同样是我，过去呢只知道不平不满，可我的心呢就会变得平安，就会变得喜乐，就会相爱。这一对夫妻现在他们复婚已经好几年了，他们感到特别特别的幸福，孩子们也特别幸福。我当上牧师之后，并不是因为赚了很多钱所以才幸福，非常抱歉，我到现在为止呢大概写了将近70本书，
我的书呢卖得特别好，有的时候呢把我讲的道呢编写成一本书就可以了。这个书被卖出去之后，人们读了我的书之后呢，也得到改变。那这些人如果罪得赦免之后与耶稣的心相流淌的话，那真的有很多的人得了癌症之后好了，然后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在非洲利比利亚来了一个电话，啊，牧师啊，这里是利比利亚。他一边哭着给我打电话，我说怎么了？啊，崔约翰被毒蝎蛰了。哎，你这人呢，你就不能老实一点说话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是不是我听他的话之后说在美国达拉斯，那我们招聚美国的学生们，然后去利比利亚。那有一个青年呢，去了，从美国来，然后去了去利比利亚当志愿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有人用针扎他的大腿，所以他就啊，然后就醒了。半夜打开灯一看，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所以他又睡着了。早上起来之后，他说，哎，昨天晚上我感觉有人用针扎我的大腿，我吓了一跳，我醒了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他说，大哥，那肯定是毒蝎。哎，你别开玩笑了，我们房间里面怎么会有毒蝎呢？可大概到了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他就肚子闹肚子，所以他就要去厕所，在去厕所的路上呢，倒在了地上。看到他倒在地上之后，这个支部长跑过去，看到他的心脏不跳了，所以就大喊说：“约翰呢，你打起精神。”然后他就随地大小便，赶紧呢洗了洗之后，把他送到了医院里。医院里面的医生说，一看就说把他带走吧，说已经死了啊，求求你帮帮忙。不行，把他带走吧，你帮帮忙吧，这个人被毒蝎蛰了，为什么现在才来呢？他就是刚刚被蛰那一瞬间也是可能都治不好，可现在已经太晚了，所以就被赶出来了。去了下一个医院也是一样的话，后来好不容易让他躺在床上给他扎点滴，可他断气了。医生给他做心脏复苏术，做了两个小时，让他重新心脏又重新跳起来了。然而这个心脏的有毒进去之后呢，他的血压下降，快要死了。那这个支部长给我打了电话说，啊，牧师啊，这崔约翰啊，崔约翰，那这个人说呢，这个人被毒蝎蛰了之后顶多也就能活两三个小时了。那在这里如果发给他送药也是得花十六七个小时，送医生也已经晚了，现在没有路了，他肯定只能是死了。然而在我心里突然想起来了，我说我能跟这约翰通电话吗？是牧师，是可以。约翰是朴牧师，你接一下电话。我说约翰呢，你能听见我的话吗？是牧师，快要死了。约翰呢，你被非洲产的毒蝎蛰了，
刚被毒蛇蛰，去医院也可能会死。可现在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毒已经扩散到了全身。这毒蝎的毒已经扩散到了心脏。医生说，你最多也就能活两个小时。约翰当时也非常了解。可是约翰呢，你听一下我说的话。今天早上我读了圣经。我读了圣经哪里呢？我读了圣经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的话语。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各位能看见吗？好，开始。没有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利，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约翰呢，圣经新旧约六十六卷全部都是神的话语。神从来都不会撒谎。这里说什么呢？说仰望神的，说仰望着神等待神的人呢，会从心得力。约翰呢，你被毒蝎给蛰了。约翰呢，你现在快要死了。假如你要战胜毒蝎的毒的话，就需要新的力量。可这圣经里说什么呢？说仰望神，倚靠神，等待神的人呢，就会得到新的力量。约翰呢，神绝对不会撒谎。医生说，你最多也就能活两个小时了。当时我打电话的时候，约翰的血压只有20，体温只有17度，几乎快要死了。可是圣经六十六卷是神的话语，神会按照他所应许的直接成就。你仰望神，等待神事实，那神肯定会给你新的力量。神绝对不会撒谎。假如神给你新的力量的话，那你就能够战胜毒蝎的毒，能活下来。那当时我通过国际电话给他一点一点的解释了这个部分。约翰，你能听懂我的话吗？是，牧师。行，你快点起来吧，我挂电话了。是，牧师，再见。我说行，挂电话吧，然后就挂了。然后我就给美国达拉斯打了电话。这个约翰呢，是美国达拉斯教会出身的。我说，牧师啊，我是朴玉柱牧师。崔约翰被毒蝎蛰了，现在快要死了。达拉斯教会的圣徒们为他祷告吧，而且也给崔约翰的父母打电话，说崔约翰现在快要死了，让他们也一起为他祷告吧。然后我就挂断了电话。然后崔约翰挂断了电话之后，刚刚
还想着我被毒蝎蛰了，快要死了。他心里面想，快点死了算了。可他在达拉斯机场，他去非洲，在临走之前呢，他在机场上跟自己的爸爸道别的时候，父亲的紧紧地抱住他，然后说：“约翰呢，一路顺风。”当那个时候呢，他心里面特别想跟他的父亲抱一下，但他的父亲在美国，怎么跟他相抱呢？可约翰呢，按照这个话语说：“神呢，我仰望神，神呢，您给我施下恩典，您按照您所应许的给我新的力量吧，您叫我能战胜这毒蝎的毒吧。”然后就入睡了，然后他打着呼噜然后睡觉。到了深夜，病房里所有的人都入睡了，可这个看着病房的这个护士呢，在一边打盹，清晨呢醒了过来。昨天晚上那个学生被毒蝎蛰了之后，现在肯定死了。他去看了一下，他看见在 EKG 这血压器上，这血压然后上涨。本来这血压呢是这样，可他的血压呢却一直在上涨，他吓了一大跳。他到医生，他去找了医生，然后说：“医、哦、大夫、啊，大夫、啊，这里出现了奇迹，赶紧过来看看呢，看看。”然后医生跑过来一看，发现这血压在上涨。对，护士，你怎么做的？我什么都没做。第二天，这个学生走着出来了。哎，大哥，你没事吧？哎，没事啊。大哥，你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你一直大小便是我帮你洗的呀，是吗？可他的大腿呢，全部都烂了。那这是后来好了之后的照片。这下面这个呢是烂了的那个大腿，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大腿呢完全好了。现在结了婚之后，真的成了三个孩子的爸爸。不知道过得有多么幸福，光是看这孩子们，这是特殊照了一张相，这孩子们不知道有多漂亮。现在在洛杉矶在做着 IYF 的事情，特别的宝贵。我们的心跟神的心相流淌的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心。神的心跟我的心相合的话，那将会出现非常惊奇的事情。因为神活着在各位心里面做工，所以用人类属人的方法去看的话，神在做着不可能成就的这个事情。我呢，见过无数次这样的事情，就像崔约翰这样，见过很多快要死的人重新获得新的生命的这种事情，还有罪得赦免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惊人。所以各位相信耶稣的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身体出现问题的话，只能因着这困难问题呢而特别的困难，可因为耶稣是神，所以它里面有智慧，有能力。正因为这样，所以假如各位跟耶稣的心合一的话，那各位的心里就会有耶稣的心流淌到各位心里。
在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我的父亲他的朋友呢住院了，是高血压。那个朋友就特别的担忧，哎，玉珠，哎，是大人，这个血压呢，这高血压呢，就是不能担心什么事情，可我总是有很多担心的事情，哎，不要担心了，不是，总是叫我去担心，我没有办法不担心的。相信耶稣的话，那些不安焦躁的心，全部都会变得非常安。非常的平安。上一次我也说过，1987年因为我的肠胃不好差一点就死了，可耶稣做工让我全部都好了。1999年我的心脏不好差一点就死了，可耶稣呢让我变得特别特别的干净。是神在我里面做工。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约翰福音二章的故事，耶稣到了这个叫加利利迦拿的地方，这以色列国家呢是在这地中海沿岸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加利利湖。那里呢因为这个那里的人过去呢因为这个湖太大了，所以称那儿为大海。跟着这个河一直下来的话，那里有一个叫死海的地方，因为死海那里呢有很多的盐分，所以这人进去的话就会自然而然的会被浮起来。所以我们网络神学院的学生们有的时候会到海里去死海呢去游泳，然后也拍照。那我们与耶稣的心相连接的话，他那个时候就会出现做工。今天晚上我们所读的话语呢，是约翰福音二章一节。到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这加利利的意思是加利利海，称那一地区为加利利。在加利利大海边，有各种各样的城市，那里有一个叫迦拿的地方，在那里有娶亲的宴席。在这宴席当中，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那耶稣也在那里，耶稣的母亲和他的门徒也在那里，可能这是耶稣他这个外婆家那边的一个婚礼。可问题是什么呢？以色列国家呢，因为那边的水不好，去德国的话有葡萄酒，有葡萄汁，也有水。这有很多的地方呢能发现这个水呢比葡萄汁还贵，因为这个水呢特别宝贵。可像德国的话，把水洒在地上的话，过 一天晚上的话，那这水里面就会出来，那一般不怎么喝这个水，一般喝葡萄酒啊，在宴席里面会喝咖啡啊什么的，会喝这个可乐啊什么的。那他准备了很少的葡萄酒，可那天呢葡萄酒不够了，就闹出了大事。耶稣的母亲就到耶稣那里说他们葡萄酒不够了。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说女人，这与我有什么相关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在这里说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这里说的时候是指时间。那要到几点才能到耶稣的时候呢？到5点6点，不是指这个意思。那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耶稣基督能做工的一个条件，所以
耶稣的母亲对佣人们说什么呢？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意思是，不管耶稣说什么，只管照做就可以了。那有人对我们说什么话的话，我们听了这话之后，我们就会想这是好的，这是坏的，我们自己去判断之后去做事。可耶稣的母亲对这下人们说什么呢？说无论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只管做什么，就这个意思是放下我的判断，放下我的想法，我就是觉得好也做，觉得不好也做，觉得不行也要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类呢，那我们人类呢有很多的一些限制，那就是再高也是也不会高到什么两米五啊到十米啊这样，这人活得再久也是也不会活千年万年是吧？虽然能活是活，但是都是有极限的。所以我们就在我们人类的极限当中生活着，然后再做着事。可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为了拯救我们。本来耶稣并没有这个身体，是灵，可神呢却披戴着跟我们一样的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跟我们一样，都有手，都有脚，都有鼻子，都有嘴，是这样的一位耶稣。可他呢，因为是神，所以他也能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能阿门吗？阿门吗？好，阿门。所以无论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只管去做。有人跟我们说什么话的话，我们觉得不行的话，就说不行，不愿意做，我做不到，我们会变成这样，不是吗？所以不管在我看来能不能行，如果只要按照耶稣说的去做的话，就行了。现在葡萄酒不够了，现在需要有耶稣来帮助。假如要让耶稣来做工的话，那我的想法与耶稣的想法不同，那我就要撇弃我的想法，然后与耶稣的心合一，成为一心，然后去做事。那这样的话，耶稣就会在各位生活当中活着去做工。那今天是老年灵修会，就讲到这里。那各位来到我们教会再仔细听的话，各位心里就会有耶稣活着做工。那这样的话，在各位当中也会有惊奇的神的做工出现，也会有智慧，也会有爱，也会有战胜诱惑的智慧，就会产生这样的能力。所以耶稣的母亲对佣人们说什么呢？无论耶稣说什么，你心里好，感觉好的话就做，不好的话就不要做，这是谁都能做到的。可耶稣在说这话的时候，不管他说什么，跟你的想法毫无相关的，你只管按照他说的去做吧。这样的状态才算是耶稣的心跟我的心合一的状态。那各位今天晚上各位参加我们灵修会，今后呢我们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在各位的生活当中也有耶稣来临作用在各位心里的话，
那本来特别想赌博的人，那心里面就会赌博的心就会消失，吸毒的人也能戒毒。我们会按照信心，耶稣呢满可以在我们里面活着做工。这叫孙约翰的学生，他说：主啊，耶稣啊，我仰望您，您拯救我吧，您让我战胜毒蝎的毒吧。然后就睡着了，他打着呼噜。可大概到了清晨，这护士过来一看，发现血压呢恢复正常，真的是奇迹。本来早就应该死了，可这体温又上涨。早上崔约翰起来之后说：啊，睡得太好了。这朋友们都说：哎哥，你没事吗？没事吗？哥，你知道昨天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你又拉屎又撒尿的，全都是我们帮你解决的，全部都好了。第二天早晨医生来了之后说：我实在是无法理解，现在还没有用药就这样治好了病，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事情。你在上面写着是神这么做的，真的干干净净的，全都好了，现在也是特别的健康，这脚上的伤痕差不多全都好了。那各位，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有的时候也会缺乏力量，有的时候也会缺乏智慧，有的时候也会担心忧虑恐惧。可是各位，神跟各位的心相合的话，今天早上我讲了什么呀？讲了乃曼将军是吧？乃曼将军得了麻风病，可这个被抓来当奴隶的这个小婢女说：如果到撒玛利亚先知那里必能治好这大麻风，告诉给了这位夫人。紧接着这个夫人心里面也是产生了这个心，这个夫人也对乃曼将军说。这将军听了之后心里面想：啊，如果我去撒玛利亚的话也能治好这大麻风啊，所以就去找了王，说：王啊，虽然特别抱歉，但按照在战争中被抓来的俘虏小女子说的话的话，如果我去撒玛利亚那里有先知必能治好我，求王应允。哦吼，竟然有这么高兴的事情啊，我要给撒玛利亚的王写信，然后说等我的臣仆乃曼到你那里的时候，你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然后就写亚兰王。所以就去找了伊丽莎先知。伊丽莎先知呢对他说：你到约旦河边沐浴七回就必得洁净。一开始呢特别的生气，可他呢放下自己的心去约旦河沐浴七回，然后这身体就变得干干净净的，全都好了。我也是在我人生当中能看到神在做工。那各位稍微再去读一读圣经的话，能发现耶稣是用水来变葡萄酒的，可他下面的佣人呢需要听从于这耶稣的话。假如这些佣人们说这是水怎么能倒过去呢，送给他呢，这样的话是不行的。虽然我们不理解无法接受，可因为耶稣是神，直接照做的时候
把这个水送到管宴席的手上的时候呢，他就说，天哪，竟然有这么好的葡萄酒啊，这是从哪儿来的呀？所以各位，我也是，我在跟耶稣基督生活的时候，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我也经历了许多临死的人因着这话语获得新生命的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们精神不好或者身体虚弱，祷告的时候他们的病也得到痊愈。当各位有担忧的时候，虽然各位无法战胜担忧，但耶稣的心进到各位心里面之后，战胜了这担忧，不管是担忧恐惧，全部都成为了战胜这些疾病的力量，放在各位的心里面。阿门。那各位现在重要的是什么呢？别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与各位的心合一。假如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的话，那我相信他赦免了，那我们心里面将会有耶稣进来，耶稣里面的智慧就会进到我里面，耶稣里面的平安就会进到我里面，耶稣里面的义就会进到我里面，那我将会过上非常明亮非常蒙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些下人们虽然不太清楚，可耶稣呢却对马大跟玛利亚说，无论是什么，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好像不行，因为耶稣会做工。在我看来我是一个罪人，可耶稣说赦免了我们的罪的话，那我们就要这样相信，只有这样才算是相信耶稣的。在我想来我犯了罪，我偷盗，我是一个罪人，我不管怎么看我都犯了罪，我都是一个罪人。可耶稣说，我赦免了你们，你们是义人，你们洁净了，没有罪了的话，那我的想法里面虽然我是一个罪人，但我撇弃我的想法，耶稣啊，你说已经洗净的话，那就是洗净了，我是义人了，就是这样相信的。有一次38年的病人没有办法站起来，可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这个病人在38年的时间里面从来都没有站起来过，他要站起来的话总是会受伤，可耶稣呢却对他说，那耶稣既然这么对我说，那我就能站起来了呀。然后他就站起来了，在他自己的想法里面认为自己站不起来，可他撇弃了自己的想法，接受了耶稣的话，然后就站了起来。那不知道过得有多么幸福，多么宝贵。耶稣在生来是瞎眼的眼睛上和泥抹了泥，叫他去希律亚池子里洗。他到处打听，然后到了希律亚池子，用水一洗，眼睛就明亮了。这不仅仅是耶稣活着的时候这样，在这个时代我也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耶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真的在我身上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明明在我看来这是水，可耶稣说摇出去送给管宴席的那就变成了水，变成了葡萄酒。明明我的肠胃不好，可耶稣的在24个小时以内就治好了我。我的心脏不好，可耶稣治好了我。耶稣非常非常惊奇的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在我看来加利利迦拿娶亲的宴席，明明倒的这个水呢就是一般的水而已，可送过去送给管宴席的，那送过去一看的就变成了葡萄酒，所有的人都高兴喜乐。一般的人会把好酒先摆上来，等客喝足了再摆上次的，可你呢却把好酒留到至今。1962年，我从小就上教会，可那个时候
我才真正的相信了耶稣。我有很多罪，所以我想的我确实是一个罪人。可看圣经的时候，耶稣说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的罪。假如耶稣无法在十字架上赦免我的罪的话，那他就白死了。可他说赦免了，那就是赦免了，我相信了这一点。耶稣说赦免我的罪的话，那我就相信，那耶稣的心就跟我的心成为了一个，因为一块流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耶稣的心就会进到我心里，那过去未曾有过的智慧就会进到我里面来，未曾有过的平安进到我里面来，未曾有过的喜乐进到我里面来。所以各位，现在这位神呢，通过圣经，耶稣在我们里面在做着我们人类做不到的这个事情，所以只要我们相信的话就能做到。所以过去呢，在99年那一年，我的心脏特别不好，特别为难，以为我快要死了。可我相信神的应许话语时，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所以现在也是过得非常健康。我们教会有一位叫黄孝敬的长老，他是中医，他给我号脉之后，他说牧师，你的心脏是我们教会最健康的。我的心脏也非常虚弱，那我的这个身体也比较虚弱，可现在呢我过得非常健康。亲爱的各位，今晚各位无论是谁，因为耶稣是神，所以虽然用肉眼看不见，但这耶稣呢与我们一同活着。所以各位要做什么呢？各位要把圣经每一句话语的凭信心直接接受到各位心里来，那这话语就会在各位心里面做工。尤其是这一次我们在老年人灵修会当中想讲的是，我们老年人们这样生活，渐渐的记忆力也会衰退，腰也疼，那也没有力气，那这意味着越来越老了。可是如果有耶稣在的话，也会帮助我们。所以要相信这位耶稣，相信耶稣来教会祷告奉献，这也是重要的。可圣经里面说把刚倒满了水就倒满了水，在我看来明明是水，可把葡萄酒呢送给管宴席的，那送过去之后就变成了葡萄酒，这跟我的想法不合。可因为耶稣是全能的神，他也有能力能施展在我们身上。所以各位心里面如果相信这位耶稣的话，那耶稣的心跟各位的心就会成为一个。那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就会在我心里，耶稣就会在我心里面做工，会给我们新的力量。而且那些不好的心，想吸毒想赌博这样的心也能叫我们战胜。那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些烦躁的心也会被除去，叫我们带着相信神的信心去做。那无论是什么样的困难问题，也是耶稣会帮助我们，会使各位的余生因着耶稣而蒙福。而且我们死了之后，我们会到永远的天国。所以在这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是，有的故事可能会符合我的心，有的故事呢不太符合我的心。有一次耶稣遇到了撒玛利亚人，在井旁遇见了他，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会再渴，说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说哪有这样的水呀？可这个女人说不对呀，这位是耶稣，主啊，请将这水赐给我，叫我永远不渴。
就这样的，我们能够看到他蒙到了很大的福。虽然用肉眼看不到耶稣，也摸不到，可这圣经话语全部都是耶稣的话语。在这圣经话语里，耶稣代替我们被钉十字架而死，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要相信这一点。各位当中没有人是不犯罪的，然而我们虽然犯了罪，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就赦免了我所有的罪。虽然在我看来我是一个罪人，可耶稣说赦免了，那就是赦免了。那在我看来虽然是水，可端过去之后就变成了葡萄酒。在我看来虽然无法行走，但是耶稣说能行走，那就是能行走了。耶稣叫我去希腊池子里洗，那我就 去洗的话就好了。那我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耶稣临到我里面，让我明白了很多圣经，那我就明白了什么是罪的赦免，也重生了。耶稣没有得到任何的钱，也没有获得任何的代价，只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因为他爱我，所以被钉十字架而死。本应该是我们遭到刑罚的，然而他一点不落的干干净净的洗净了我们，然后受了罚。虽然我心里面还会记得我犯的罪，可就连那个罪也是在十字架上也洗净了，已经洁净了。那就这样的跟耶稣的心合一在一起的话，那这将会变得非常幸福，这心就会变得平安，就会变得喜乐。各位，当各位离开这里的时候，各位将会到永远的天国，在这地上也是有耶稣在帮助着各位，会给各位施下恩典。这个呢，就是相信耶稣的意思。希望各位能带着相信耶稣的信心，过上蒙福的生活。1962年，我带着那个信心，一直活到现在。自那天起，就在讲述着要给全世界的人传播这个福音，而且神又赐给了我健康的身体，给我祝福。愿神莫大的恩典与祝福临到各位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做一些祷告。亲爱的圣洁的父神，非常感谢，在我们看来，加利利加拿举行的宴席缺少葡萄酒，可按照耶稣的话语，端过去的时候就变成了葡萄酒。我们的心里也烦躁，也生气，可耶稣基督来临之后给了我们干净的心，而且我们心里面没有力量战胜这个罪，没有力量战胜这个疾病，可耶稣给我们新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战胜这个病。我们老年人上了年纪，身体也变得虚弱，记忆力也会衰退，可愿神赐下恩典，叫他们能吃好饭，也能在夜晚睡好觉，恢复健康，给他们新的力量，使他们能够过上蒙福的生活，那最终能罪得赦免，重生去天国。愿神来这样祝福我们宝贵的老年人们。我们心里面总是会有肮脏丑陋的心，愿神来除掉这一切，愿神使来引导我们，用恩典与祝福来引导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能够举办老年人灵修会，愿神来使他们幸福，能让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真的非常的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各位非常感谢。